妈，回来了。哎呀，生日快乐哦！哦，好，谢谢，身体健康，感恩。就是这个大儿子嘛，在大陆经商的时候有失败了，然后我儿子在大陆亏的钱哦，全部都是从大陆一样找他捡回来的。等于说，妈妈在大陆支持我，啊，我在台湾我尽我的人。力量。那大儿子他一个礼拜就会打电话过来一次啊，真的那个时候都是两个人都是在掉眼泪，啊，真的我每次讲到这里我的心很酸。所以，我做这一行的时候，我平常讲，我很努力，我是很